好漂亮啊！这是怎么拿的？就是把它抠出来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配着番茄锅，真棒，真不错。香槟怎么大？香槟这么大吗？不知道啊。随便倒，像啤酒哎。太像啤酒了，配的是个海底捞。你不从这个瓶子，我以为这个瓶子里装的是啤酒。空荡荡的场馆。什么？把你们剪？这表现欲这么强？哎，现在是第二天的握手会了。看看我疲惫无神的双眼。现在粉丝还没有进来，所以。先吃个早餐，麦当劳。今天的这个 look 也是那种西装，就想保持两天一样的感觉，因为昨天也是西装嘛，所以说希望就是两天都合影的粉丝就是雨露均沾啊，端水大师。然后今天还有一个眼镜，自己戴的眼镜。就整个是金色的配色，然后戴着这个金色的耳环。我翻翻相机发现昨天的握手会我就录了一个开场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机会录像了。说握手会结束啦，看我今天这个妆容，人已经就是逐渐氧化。现在下班了，准备回中心了。今天的NITORI活动，然后这个是要送给大家的签名香薰，非常的夏天。有请我们戴萌。大家好，好，谢谢大家。三秒钟倒计时 ，focus 一下好吗？三，好，戴萌啊，来，后面排的全部按起来，对不对？来，一。生日跟过年似的。
这还是霜，你为什么这么漂亮啊？你这个，因为你把它淘汰黑了，我把它淘汰，你要把它往上留。哦耶，那你这样子会过爆吗？就是倒在电脑里。不会啊，没想到吧，就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。那么真不错。你这有点过爆，往下。就是欧美的感觉。那这小英觉得不老个力。你给我们来那个联动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喜欢说最聪明。大家好，我是戴萌，我只做真的。在哪儿呢？许佳琪，一定要把这个镜头给到许佳琪。哎，他怎么每次都在那种刚刚好的时候来？回刚开，天哪，等待等待，等待等待，看一下。哎，我把这历史性的一刻记录下来。对，他每次回来都穿这个鞋子。但是虽然是红箭牌，但这个链子是用的香奈儿，香奈儿。哎呀！哎，我那个什么，你不是要拍吗？你不要太 care 我。一定要说出来，你不 care 你过来干什么？你走啊！干什么？不要太 focus 我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影响。吃点好好吃，不要 Q 我，不要从你嘴巴 Q 我。你快点吃啊，快点，我给你夹牛肠，我这个人太贱了。一样的盆。哎，在哪里来着？哎，戴萌。哎，怎么了？吃我这个吧，戴萌。哎呦，哎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既然这个蛋糕都这么 rich 了，那我要许一个就是 rich 的愿望，自己越来越 rich。希望你不要讲出来呀，你要悄悄的呀。悄悄的呀。此刻，许佳琪女士内心是幸福又惬意。祝她在25周岁的路上越走越远，奔三快乐。最后一句太那个了吧。好啦，看，吹吹吹吹，一二三，哎呀，这口气真长真长，哦 ！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
漂亮漂亮漂亮死了，太漂亮了。看，来看左边，小爱心，小爱心，看左边，看左边，啊，看左边，哇！现场，哎呀妈！哦哟，好凶，好凶猛！すごいですね。啊，男子干操课讲，男子的瘦子真的不开心。你在说啥呢？男子也来挑战，那我就三分一点儿。No no no no, you don't want 这个东西。Wow！ 等会儿，怎么回事啊？那边好吵啊！你们，钱都吃没了，上面好可怕。好了，准备。三二一，开始！进攻惊喜。是谁在摸我的脚脚呀？嗯嗯嗯嗯，让我翻个身，我来看看是谁在摸我的小肚子。哦，咬你，咬你，坏妈妈。别碰我的肚子，臭呀！妞妞，臭条，臭条，猪猪，喝奶瓶啊，你这，嗯，睡得真香。